太帅了，怎么那么迷人啊？总是两千五没新意，有本事扣我工资啊！我去一趟厕所。开玩笑，我不是偷看别人手机的人。有时候也是，六十摄像头吧。什么情况呢？哦，啊，点开了，要不锁他干嘛呀？密码，64幺893，不对，那是我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没法还原到刚才的页面了，我跑吧我。大家吃这个吧。谢谢。最不爱吃这个了，算了，融入最重要。谢谢。手伸走了。你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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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0张，还得是会议室。这个足球餐厅没有什么问题，虽然很没出息，但这就是我开会的乐趣。大家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可千万别叫我起来说说啊。那你去吧。哦，还好。去哪儿？分配的这个问题，能给我发个定位吗？姐，谢谢你来接我，没想到咱们公司在这儿也有业务。快走吧，记着费呢。你工资多少？这是能问的？啊，先说我，我2000。别误摆个心眼儿。嗯，那差不多，我1800。你看错了，你税扣了1800。信心满满去面试。去外勤车24。不等，这不是朝阳区？哎呀，先是吧？对，我的优势是谈钱积极，吃苦耐劳。不，吃苦耐劳不能说。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离职？嗯，要错题了。睡觉、迟到、打工通知，跟老板叫板。我志不在哪儿？我们这边试用期是2个月，你能接受吗？有双休吗？有的，试用期2个月 OK 吗？啊？这一眨眼的功夫，怎么一下就结果推那儿了？蔡小轩，咱们这儿就是按时发工资吗？我还能回你个不按时？低头沉默。哎呦，怎么变成小蓝车了？是我记错了，还是他真的变蓝了？不行，我还没锁呢。你还有问题吗？我没问题了，我还有点事儿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是哪年的吗？今年的。今年我还没想啊，今年才4月。胸无大志，是快实习的好料。好漂亮吗？谢谢啊。姓名：蔡小轩，身份证号：没看完了。太快了，大学竞争没用的，也不教他怎么看合同。甲方这什么公司，乙方一会儿下楼买个奶茶带我去，坐一会儿趁热喝。走神了，甲方这什么公司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就是看不进去。这个第15题呀，没规定。哦，锤子。第二天融入新团队。陈博，咱们做这个项目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报数，1、2、3，什么呀？上个礼拜大家做得非常好，嗨嗨！这周继续努力，嗨嗨！全体不错，不会捡中球，一只烤鸭油条，救命啊！这什么企业文化呀？我们的公司牛啊牛！我终于啊，想想这辈子最难过的事儿啊，最难过的事怎么了？亲属上我，不会捡中球，捡大捡中球。早上去厕所碰见老板。像什么样子？热锅一拳脱了，不行。摸个鱼给他心疼的，臭子的样。太现在蔡小轩就是不行，就是哪有人打印机都不会的。没听见吧？听见了。听见了，怎么样？是不能怎么样。没事的，潜水。我惯的你了，我直接行。那也不用双手交叉，空中划过吧。看给他气的。第二天又碰见老板。叫什么叫什么？真想帮他把裤子穿上。不行，磨了45分钟吧，要不起。近日有一部分员工着装不雅，这臭子的家，我这不是怕把裤子弄脏了吗？先发个道歉的表，假装我。15块钱的吗？这不是个道歉的系列吗？看看同志们，我就说他把天聊死了，我这不找开除吗？臭子这老板不干他，还想欺负我？这是你。
通知我，我干嘛推销光看不着？那个不三不四的表情包删一删。非常抱歉，非常抱歉，非常抱歉。不是故意的，我知道我不会聊天，但我已经很努力了。这不是拿小刀在我手上划个口子，然后拿 S 纸卡进去反复划吗？怎么刚穿越进去了？这种事还带中场休息呢。第一次和老板出差，今天一定把这个项目拿下。有预约吗？滚！这位是我们大石榴公司的 CEO。呀呀呀呀！他公司一共才90平，和我长得差不多。他是 CEO， 我们就是来谈个业务。没预约不让进。哎，我跟你们那个姓赵、姓钱、孙还是李的经理约的。现在的大姓早不是赵、钱、孙、李了。对对对，微信约的。那我看看聊天记录。给他看记录。你有记录啊？没有记录。接下来的规定情境可以说是相当的考验没有记录的我们，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胡作非为、随便一走，所以不能有侥幸心理。经理登个记。那滚。回来，这是一个。中午刚去，我在外地出差呢。我妆都卸了，我是来出差的，又不是去大房间的。什么让我去大房间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看手机？果然，我慌不慌？王丽他们对我做什么？我录我。你还拍？我只拍我自己个儿，记录美好成活。魂儿。完了，我儿化音乱加，我乱套了哟。这三次一水泥盘的高级感，太适合我这种职场青萌御姐了。嗯嗯。着梦，你含情脉脉的给谁看？手拿出来，你再找我叫保洁了。没纸了。早餐券。哎，明早一定吃饱，咱们一定进去。早餐券，我化了个全妆。葛总，去蹦迪呀、啊？才12点。出差结束吧，老总别灰心，下次约好了再来。肠粉不是挺好吃的？就不该蹦那个迪吧，我怎么治？飞机遇事故颠簸，请您系好安全带。我以后再也不随手乱扔垃圾了，连磁性纸的也不敢套着我了，抬不掉的笔杆吧也不往桌子里瞎抹了。不是，我怎么这么没素质啊？没事没事，不慌不慌，还好我带了末日求生包。什么合作都没命重要。葛总约到了，王总让咱进了，买下一趟航班。求生包里的急救粮快过期了。上班前买煎饼，扭头看见老板。表没错的话，我知道了呀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我就是一头黑色的羽绒服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来个煎饼。嗯。慌不慌？只要我不说话，他就不知道是我。要不要存环？不是一开始就说要吗？是不是干这行的？这怎么记？要存环吗？这个人，没有头。吃煎饼。我可真是个大聪明。还没遇见吗？哎呀，公司迟到的实习生不管了，又不是不扣钱。都几天都会逃课了，一点信任都没有，能死吗？小轩，把那个报表调出来，我看一下。这个，听听。别提呀、啊！你这么喜欢这份工作，如果丢了，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老板和企业文化了。滚！没几套，薪资高，待遇好，为不了也换企业。今天不是团建啊，大家待会儿把钱 A 一下。再说了，你还拿塑料的筷子给我夹钱，你恶不恶心？哦，你还没说呢。我这个人就是说出来就好。会录入指纹。生气鬼，喝凉水。老板。一来到公司，打开电脑。好困，睡着了。岁数大的就是叫少啊。嗯，先点个外卖吧。啊，蔡总拍我了，这是我吗？我一直没睡着啊。笑什么？哎，我真的没睡着。谁给我拼到坏了？家里是没纸杯了，我也不能这么想啊。可是老板说过，公司是我家。哟，接水呢，加速。不明显，不明显，他看谁胸脯都是这个眼神，不明显，不明显。
对了，给你这个薄本水乳2.0，睡醒这么干，它补水保湿，修护敏感肌。还送东西，谢谢老板。谢我，竟敢直面我的讽刺，还提拔。我都以为他要报警了。林木丁，这个眼神是叫我去结账？不行了，我有用了。发票吗？打人动手开，开。公司抬头，公司抬头，公司怎么抬头？听听你说的是人话。公司抬头，我早知道不该了，现在说不该行吗？想尿尿，哎呦。26包想买单。哥总，我来，我来。下次你们家庭再来，别在这拉拉扯扯的不好看。我话就说到这儿，懂点事儿啊。好，哥总，我给公司省钱了。下次咱再约。先生，您的发票。不是我们买单吗？开心去接热水，什么时候能把急着来姨妈的人先接热水啊？灯一变，我就把热水一顿暴接。啊，就那么得。哦，男的不喝水。你先接吧，你水杯大。他们拿的是什么？你们把桶抱走好了呀。我就想喝口热水，现在连水都没了。怎么了，小轩？小轩怎么了呀？我是不住了，哎，快出吧！你要是因为我这个月扣你工资的事儿，也不用这么伤心。哥总，我今天不能喝。哎呀，喝点没事啊。果然，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可言。服务员，来杯热水。我俩欠我的实习生，我管那么多。哥总，这样，小轩他不能喝。这个我来。平时的他坏的没有边边，可是今天他为了公司，为了我，我这个月扣你工资的事儿，坏的没有边边。你们贾总去厕所怎么那么长时间还没回来？什么去厕所？去买单了。我说让你们贾总太客气，高估他了。贾总，滚！这是高洁丝洁液生护卫生巾，有专属的防漏月亮枕圈，完全不会漏了。扣多少都别今天要啊，他来那个了，第一天。这波 girls help girls， 够他近7天。哎呀，谢谢你今天替我挡酒啊！你说你今天也是第一天，做出的牺牲太大了。不是你谁呀？这给你纸你就要，你干啥来的？你不带纸？先生开发票吗？开。他怎么还不来？